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要来玩麦克，不要骚扰人家。不是我，阿妹。我们今天要来玩第三届的啊呜狼人杀。Hello， 啊呜。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团团。我就接得上。好强啊！啊呜就好了吗？好，继续啊，继续。是我是不是？对啊，各几拜。啊呜，我还没喊呢。对不起。NG 三，各几拜。哎 ，Hello。啊呜。啊呜。快点！啊呜。哎，我是雪兔。好蠢的啊！在哪里？为什么在这里？白痴！哎，五人生活的天啊！快点！白奥！Hello， 大家好，我是宝。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团团。Hello， 我是博胜。哎，我是雪兔。Hello， 大家好，我是麋鹿。啊呜！又回来了，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多 Bob 们的留言，说，尽管游戏没有大改版，大家还是想要看到更多更多的狼人杀，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宣布狼人杀第三季开打，你是阿宝喜欢的那一位。对不起，这一季来，狼人杀我们要来开发各种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玩法哦。第二季的最后一集，我们发现同一种节要是开了一大堆的话呢，就会变得超级好笑。上一届的就被我们玩成火火的火影忍者人界大战了。我们今天找来了一大堆，切开来都是黑黑的 YouTuber 哦，要来玩全新一届的欧狼，不是什么欧狼，全新一届的欧狼人杀。这一届来，我们要来开发各种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玩法，像是女巫躲避球啊，人鱼你闭嘴，还有猎人扎瓦鲁岛，要来试试看各种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组合，看可不可以把这个游戏再玩出不一样的新高度。那么在今天开始之前呢，如果大家喜欢这种随便的开场的话，别忘了留下一个。大家都喜欢，那我知道。那要是你今天如果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你就可以有一个朋友像是麋鹿一样发呆。醒醒啊，麋鹿！还敢发呆啊？讲错了啦！你要说啊？好，那在游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下我们今天第一届要先来玩什么好了，好不好 ？OK， 来，这个游戏呢，从上一届开始就不会再更新了，好像只会做一些 bug 的微调，但它大致上是不会再更新了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要自己想一些特殊的玩法。大家如果有一些有趣的想法，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第一场的时候嘞，我们前三场都先来个普通的，然后再来把它给慢慢的完成奇怪的。老师他们在干嘛？奇怪的形状。他们在做什么？好，来，我们今天第一场嘞，先来一个普通的模式好了。那多普通的，让我想想看。我们狼的话就零到一只。那第一场，我们前三场都来一个普通的好了，让大家回味一下一般的狼人杀。好啦，猎人一个，然后预言家一个，然后女巫一个，普通哦、对，当然很普通啊。你以为女巫会有六个吗？没有。哦、oh, ，no！ 等一下，没有忍者，耶、yeah, ！人界大战，吓死我了。那我们第一场就先来一个普通的好了。我们就算是普通，我们也来开一些有趣的东西好了，像是警长啊，或者是雪狼，好不好？ Oh. 有可能会你会查不到狼到底是谁这个样子。好，那准备好之后就准备可以开始哦。第三届全新一季的第一届的第一场哦，准备哦。对。Two, one, ready, go, go! 咚咚咚咚咚！哦哟，龙王龙王！我的职业很重要，我会那个，我会念力，念力念力哦！你也是猎人执照的使用者吗？是。我的头发变很长，不太好，变长不太好，那不是一个好现象。有点恐怖哦！有没有让他对跳啊？对跳没有啦，没有吗？那我要开枪喽！我要开枪喽！我也选好一个可以开枪的人了啊、我们的警长是谁啊？不胜，不是我要举报。举报谁？你要举报谁？我要举报羽毛。哦，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告诉我说，就是那个玩狼人杀要安静一点点，所以他都没有讲话，你有发现吗？所以我觉得他是狼人的机会有87%。可是我觉得我面前这位家伙也很安静。你前面那家伙是雪兔，雪兔，雪兔，雪兔。
这可以上去吗？哇，那边好刺激哦！你们那边也太刺激了吧？这上得去吗？超刺激的！等一下，他新增了好多技能、哎。天黑请闭眼。天黑请闭眼。哈哈哈！就这样哦？什么东西？远方的声音。快跑！原来麦克有这种系统啊！原来还有麦克这种系统、啊，你说距离系统吗？好强哦！好强哦！我不知道他新增的那个水可以下去之后，那个水有没有用处、欸？可不可以到一些新的地方之类的？偷偷下去看看好了。你是想上来是不是？我就笑你上不来啦！凶凶凶凶凶！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规则是这个样子，在白天的时候，第一场的时候不能够投人，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算你是预言家，要白天的时候，才能够交换情报。好，对，这样会比较平衡一点点哦。白天了，白天了，太和平了吧？好和平喽！我要举报羽毛，一点都不和平，好不好？预言家，活着，预言家，我查到小光是狼人。小光，我不是狼人。有另外是他是。另外小光你是什么？我不是狼人，我是猎人。是什么？你是猎人？什么叫另外一个雪狼？我查不到你。对啊，你那个怪怪的。没有我说我另外一个雪狼我就查不到啦。我是猎人，我觉得麋鹿怪不是，我觉得那个羽毛怪怪的。羽毛怪怪，可是我觉得羽毛不怪啊。我刚刚看到他就是狼人用发光，他也有那你要不要对票嘛？他也有对票嘛？有你是什么职业嘛？小光，他也没动作。小光你是什么职业嘛？怪的啦，我是猎人啊。你是狼人？你刚刚说溜嘴啊？我是猎人，差点说溜嘴是不是？他没有差点，他直接说溜嘴了。谁啊？笑声太邪恶了吧！太搞笑，笑声怎么回事啊？坏掉了吧？哎呀，快逃啊！有，还有一只狼哎，还有一只是，还有一只狼啊！有，有点怕怕的啦，不是我在说，有点惊。你知道村民最无助的地方是什么吗？就只能在玩，什么都不能，在玩笑说什么事情，好无助。可是你确定真的有村民吗？有，其实不会有可能有两只狼，还有货真价实的村民呢。你是不是没看过？你想看到我们人民的？可是你把我看我洗澡，你不，姐，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干嘛？干嘛？你在干嘛？那个麋鹿偷窥我，而且我还在女厕被发现了。难怪刚刚会有尖叫声。尖叫声！尖叫声！没有人挂掉哎，雪狼对啊，雪狼这个狼很会演哦，是吗？这个雪狼，雪狼没，这是谁？这是你吗，麋鹿？现在这个下楼梯的是我，跳跳是我。哎，我快要把这里面可以躲掉都躲完了。麋鹿去哪？哦，啊，我们的预言家大大，你查了谁？他查不到啊，查不到啊。那我们这样子好了，既然羽毛已经没有用了，我们就干掉他吧。好，杀掉羽毛。我是觉得他没有利用价值。对耶，我差点忘记有那个了。哎呀，他已经是一个没有必要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女巫了。好可怜，预言家了。我是预言家啦，对不起，是吧？是一个没有必要存在世界上的预言家。这样子排除一下。雪兔啊，没有雪，我是村民啊，我一直以来我是雪兔，还是说小康你愿意提供一些线索告诉我？你的女巫刚刚是谁？刚刚是谁干掉？刚刚是谁干掉小光的？不知道，小光不能说，只有当事人知道。是团团，对，女巫有人要跳出来吗？女巫跳一下，对啊，女巫要跳一下，不能够交换情报了。我在电脑后面跳了一下，哎呦。晚上的时候就不能够交换情报，这样感觉比较刺激。白天的时候女巫跳一下好不好？还行，哎，有点恐怖。不行，我觉得有点恐怖。我觉得头脑好像都不大正确。Za Wild Dog，OK， 那个是猎人，那个是狼人，在那里。哪一个？在地上跑的。在地上跑的。在摩天没有摩天轮附近嘛？对，附近那边那一只。是狼人，可是我不确定在哪里。
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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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有人死掉了，有人死掉了。真相大白。哦，就那芝麻。真相大白。啊，哦。我把可以躲的地方都躲过了，应该把它改成我把可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吧？找过了，啊，雪哥还是警长啊！我还有两票，小心！对啊，太爽了吧？等一下，来啊来啊！我不去猎狼了，你敢不敢过来打一人一只鸡子？来啊来啊！雪哥在哪里啊？他在哪里啊？我不知道，我有两只鸡翅膀哦，你敢不敢来？来啦，我们来找你玩了。在哪里？你要出来啊！你要对啊，你不出来怎么玩？对啊，对啊，我不想玩了，你不是要给我们解？我不想玩了，我人民的法锤现在直，现在你们像资本主义者正在压榨着我。哦，他在那边躲着是不是？我看到了底下是不是？欸，他雪兔，我死你也要死，这是一种量子纠缠啊！可是我有杀人，你没杀人啊？你看，不是他在水下水道，不，我要走了。觉得害怕，要觉得有点害怕，我还是先离开好了。嗯 ，Oh n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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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哇，太快了吧！哇，太早用了吧！哇，先挖了豆，挖了豆。感谢各位哦！这边的门都不能开的，先飞。都谁呢？哈麋鹿小剧场。那你有谁反应呢？哈哈哈哈哈哈！都不掉了，一只鸡翅。哦，要不要下来跟我玩啦？各位制裁他。要不要现在跟我玩啊？制裁他，我们人类还有胜算。制裁他，制裁他。哎呦喂啊！仗要过了哦。我刚刚在半路的时候就看到雪兔拿出他的刀，直接砸往里头，吓死我！冠军是人类的法锤啊！哎呦哎呦，又躲起来！警长，又躲起来了，又躲起来。角度有三窟啊，就怕你找不到。我看到雪兔了，我看到雪兔了。那快制裁他！制裁他！快制裁他！就在大楼里，那个制裁他，你们要一起制裁，一个人制裁他顶楼。哇！顶楼！哎！制裁他！制裁他！哪一个啊？呀！呀！灭人器啊！算了！太神了！太神了！真的是村民，太多村民了，我们把村民减少，不要村民好了啦，村民好无聊哦。嗯，我们不要村民。来个，觉得你的用处太低了，小瓜。不要到第一晚就被抓到了，太低了。来个忍者，再加上人鱼吧，好不好？好吧。这是今天的第二场，第二场来雪狼跟警长，嗯，一样打开好了。不过，我们再多加个抖 M 吗？抖 M 吗？抖 M， 好，耶！抖 S 要开啊，抖 S， 抖 S， 呀！不正常这一场。换个地图，换个地图啊！准备哦，对 ，two， 等等，时间是不是要再稍微长一点点啊？我觉得时间好像有点太短了，对不对？哦，这样子好了，来，准备喽，对 ，two， one， ready， go go， 走喽！哦，有没有人要看我的猎人团团是警长？我是警长，哎，猎人执照，猎人执照，要看我的猎人执照啊！谁？那个团团，我要举报，我要举报小光。我要举报小光，我猎人执照只有一张，好不好？我猎人也会有，你是我举报小光，小这换一个女团，这换一个，我们看着啦，可以不用了，我们猎人去把你死吧，拜托，以后你可受伤了，干嘛看着我？你们好变态哦，你可是要盯着你啊？你们是不是也想要我的猎人执照啊？自己去看，不行，我要回了我的老地方看一下，我要先回去，太可怕了。哎呦！哎呀，以为你的老地方在这，我要下去了。哦，我觉得啦，阿神是抖 M 啦。刚刚这个讲法感觉像是在演自己是狼，哦，所以千万不要投阿神。哦，我等一下拉人，好不好？欸，我等一下也拉人。我就来互拉，靠你，可以。我记得这游戏没有蠢猎人才是啊。我等一下拉人给你看，我等一下也拉人给你们看。哦，
我只有开到一个猎人哦、喔。我只有开到一个猎人哦、喔。呀，这是假猎人，一定是假的啦！你的猎人知道掏出来啊！我拉喽，拉！团团，团团在我旁边。哎、欸，等等等等，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要稍微转一下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等我一下、啊，这里，这里，这里，哎、欸，要来，真的，哎、欸，阿紫在我旁边，阿紫在我旁边，来来来，换我，我也要拉人哦、欸，来来拉人，哎、欸，羽毛在我旁边、欸，羽毛在我旁边、欸，我要笑死，我要笑死，我不是只看到一个猎人吗？对啊，哎、欸，等等，哎、欸，蜜露有看到对不对？蜜露有看到对不对？我要笑死了，羽毛，你刚刚有看到我拉吗？你刚刚在摩天轮下，摩天轮上面嘛，我刚刚在你的正下方。我看到你是走到团团旁边的，Mino，赶快跑、啊，赶快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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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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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笑死！笑死！这个也太崩溃了吧！等一下，这超级崩溃的，好笑！有抖 M 吗？有！我的天哪！哎、欸，所以到底谁才是真的？你小羽毛在干嘛？没有！羽毛在干嘛？我不懂。早上了，早上了，我刚刚第一下无敌对不对？哈，我没有无敌啊，你没有无敌，哎呦，哎呦，我没有无敌啊，哎呦，那我刚第一下怎么砍不死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我腻了，狼人，快跑，我们快走，好了，我觉得我们不管怎样先走就先走再走，哦，哎哎哎，团团在说话，等一下，小光，小光也在我的面前把羽毛拉过来了，可是阿神说没有把团团拉过去。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听到羽毛刚刚说的？是博胜跟小光，是博胜跟小光，这个就正解了。小光啊，你等一下，等一下，哪里怀疑到我们身上来了？博胜跟小光好吗？觉得怪怪的。追屁追，所以现在是谁？谁跟谁？我已经查过了，我已经查过了，博胜是你敢质疑警长啊，小光？你敢？屁呀！短短你是为什么是博胜？因为他刚刚是穿那个装备进去那个房间里面走出来啊，就是他，我看在他后面跟着他看。等一下，你们不知道你们忘了有怨灵的存在吗？我们有开怨灵吗？没有啊，有有嗎，我其实没有、啊。但第一件可以看啦、啊、真是的，真是厉害了。你这个家伙，我是好人呐、啊，米露，我要死了。我笑成这样，太夸张了！可是我太瞎了，我知道。我在你面前做的那些事情，你竟然还在迟疑！天哪，好笑！哇，我跟羽毛快笑死狼。狼现在在对岸哦，在那个思密奶，思密奶的对面。思密奶是什么？狼吗？我不是啊，臭青蛙都臭成吐了。学徒，你可以出来玩哦！起床喽！起床喽！起床！你一个人空一整局，学徒。加油喽，学徒！学徒，学徒还想跑？等一下，好，你们要冷静哦。相对时间，相对时间，也什么东西？团团 ，I need you。不是啊。快点！你怎么不见了？你在哪里？不用再演了，不用再演了。不是，我以为你会来打我背啊！不是不是，雪兔啊，雪兔啊！对啊，我是什么？我打他！啊、我打他！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哎呀！雪兔到底能不能跑过呢？啊，白痴！啊！我要跳下去了！来啊！会跑哦，雪兔很会跑哎、欸！哎呦，胜负还不一定哦，胜负还不一定、哦。很会哎、欸，胜负还不一定哦。嗯，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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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兔六啊、哦、！What the heck？
雪兔很溜啊、哦！有人被溜走了，有人被溜走了。哇！忍者吗？忍家！哎呀！忍家！忍家！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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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到 Q 了！我以为雪兔是抖 M 才那边乱讲，结果他是真的搞不清楚状况。有我查他，我想奇怪，他不是抖 M， 但是哎、欸，怎么讲的？好像很像抖 M 的感觉。搞不清楚状况哎！我玩得很开心啊！我而且还帮我出来，我玩得很开心啊！可以啊！来，而且下一场、欸、我差点就可以跑酷溜掉，好可惜啊！超好笑的，差一点点。我们把怨灵加进去吧，一个怨灵，好，不要有村民，然后人鱼感觉很废，还是忍者很废，不要人废，人鱼很废，我刚不知道在干嘛。好，人鱼很废，那也不要人鱼，对，对不起，想看煞骑士是干嘛，我都有点忘记了、欸，煞骑士可以伪装成狼人，哦、可以伪装成狼人，哦，对对对对，好，那就这样子开咯，来，我们来换一张地图哦，这是今天普通地图的第三场，准备好，对 ，two one， ready go go， 走喽，警长，博胜是警长，哎呦，博胜是警长啊，这个很重要，我先，我要跟着博胜走，我先喊个狼，我先喊个狼，好，你要跟着我走，我觉得，因为博胜，请说，我觉得，嗯，嘿，你觉得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当然等你的话，等等。我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业啦，我死了大家会很难过的那种。你是说猎人吗？嗯，不是不是，这次我不是有猎人执照的人。哦，那你是什么执照？好好奇。这执照不能讲，我讲了可能会很难过啦。对，要讲。可能会很难过。对，有某部分的人会很难过啦。嗯，某部分的人会很难过。某部分。所以如果他应该是。抖 S， 他说的某部分就是抖 S。哦，哎，不确定哦，不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哎、欸。嗯，第一天就是不要讲太多话、啊，讲太多话，走开，走错，你走开，我要去其他间，这间不行，进来晃晃而已，已经不安全了，只有阿神的味道不行。嘿，我已经被染到了，那个味道不行的，这味道不行，味道还蛮香的吧？嗯，是蛮香的，可是不行，我不能待在那里，等一下会有狼会过来，不行，有狼味就对了，对，狼味，狼味，味道不行，不是闻到，哦，我没有看过这个，这是什么地方？嘿，嘿，密道。密道，我也想看。What the fuck？ 哇哇哇 ！What the fuck？ 神怎么？哎，叮！我升天了，叮！秘鲁快跑，秘鲁快跑，秘鲁快跑，秘鲁快跑！哇，扎瓦鲁豆，扎瓦鲁豆，谢谢谢谢谢谢哦！底下好多狼哦！我帮你找瓦鲁豆了。我放这个哦谢谢谢谢哦谢谢你声音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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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有两只狼有两只狼我是想说啦那个预言家是谁啊等一下就知道了等一下就知道了这预言家是谁啊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哭啊你是不是啦我还不能说就是你呀、啊、才能讲好不好白痴死我刚刚差一点就被狼打死了哦好可怕阿神成佛靠北咪路怎么在上厕所靠北不能看咪路我去草坪看一下博胜好了好博胜啊是你也是可以看我上厕所啊哇这邀请，有点香，但是我不需要拒绝。不行，你不可以看。我好，我找上了。我那个改天没有在录影的时候，你再邀请我一次。对对对对，不是吧？等一下，这句话也很有道理。真的。来，我要说那个。我跟不是你说什么说啊？那个警长，我话最大，好不好？预言家，哎，警长有可能是坏人啊，坏警长。警长是警长呢，他是村长伯呢。愿你闭嘴，你要讲，对，跟你话很多。是楼上那个吧？哎，没有警长，哎，警长换人了吗？你已经博胜怪怪的，我先讲那个博胜羽毛跟不是博胜跟雪兔还有那个团团这三个我不确定。
嗯，那你就确定我是不是啦？哈，你已经成佛了。所以米鲁跟羽毛是 OK 的，是不是？米鲁跟羽毛是 OK 的。好，决定，因为我刚刚让某人成佛之后，然后我旁边有一只狼人要追我，然后我走出来看到米鲁还在那边傻傻的拿着他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走来走去，然后旁边有诈欺师哦。有诈欺师哦，对，有诈欺师，我们有一个诈欺师，嘿，你跟我说来，我觉得你在乱讲话，我觉得你在乱讲话，我确定，等一下，雪兔怪怪的，雪兔跟团团，我现在锁定是这两个啊，锁定这两个是不是？来，雪兔过来，雪兔过来，雪兔捅我，雪兔过来，我捅你，啊，雪兔，他捅我，雪兔跑走了，不，捅雪兔，捅雪兔，我不表态，不是我来不及呀，哎，等一下，雪兔是抖 M。五七，有可能是抖 M， 抖 M 不能够先手啊！是雪兔，好，抖 M 不能够投人，所以他不是，他是狼人。OK， 猎杀已久。哦呦哦呦，你怎么开无敌了？猎杀已久，有人直接无敌没了啦，我就不倒霉了，不小心看到了啦，白色靠历史效果蛮大的哦。嗯。靠你们！谁老 K？ 我知道为什么刚刚那个某个狼人为什么在我旁边不杀我了，因为那是米鲁，只有米鲁才会有这种技巧。冲冲冲！引擎发抖。先把那个会把你定住的，在下面的那个。喵了的一声，喵！体力增幅吃了没？哦，体力增幅，哦，体力增幅吃下去。羽毛活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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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上面，走下面，下面，我走下面，王眼，王跟丢了，拉我吗？丢了，拉我吗？我拉你干嘛？拉你送死啊！没有，快到早上的时候你拉我，我们就可以投他啦。哦，可以，快到早上的时候再拉我哦。对，我觉得可以躲起来，还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你现在很远吗？斗志啊，还是斗法？啊，这边还有一小区耶，这进去。哎呦，这可以。哎呦，羽毛拉我。羽毛你干嘛？啊，走，没有。所以麋鹿嘞？没有，我不知道他没有追过来啊。哎，到了，这什么地方啊？他躲起来了啦！他躲起来了。哦呦！他现在会发光了，三个人会发光。米勒，不，器械投降。不，掉下来了，掉下，米勒掉下来了。快点，打他，快点。米勒掉下来了。米勒掉下来了。哎呀！我的队友。米勒，狼猫灭团。来，接下来来，今天有趣的东西了，先把通通都给它关掉哈。来，好，我们今天第一场嘞，要来玩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第一场要来玩的是女巫躲避球哦。女巫躲避球，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先把所有的结全部关起来哈。好，来，预言家零个，猎人零个，狼有可能，我想想看哦，狼就一个，好不好？狼就一个，但是女巫呢？有五个，还有一个嘞。今天七个，对，女巫有六个，有一个人没事做，对，有一个人没事做，他晚上有事做，好不好？女巫大战，好不好？女巫大战，来，到底谁才是真女巫假女巫？然后我们今天的规则是这个样子：你是女巫的话呢，你只有在攻击人的瞬间才可以拿出你的东西，不可以举着东西，然后就追着别人这个样子，好吗？好，一定要在那一瞬间的时候看到人，然后马上切输入法，然后马上丢 ，OK 吗？好，那。准备好之后就准备开始咯，来，我们来换一张地图哦。And two, one, ready, 走喽！第一个白金我们上会十秒之后就可以开始攻击了哈。啊，这么刺激哦！对对对，来倒数来十，太刺激了吧？等一下，八、七、六、五、四、三。太凶了！米鲁走开啦！不行啊，我笑死了。白天是女巫的天下，晚上是狼的天下。米鲁，我们和平相处。请问，嘿 ，OK， 等等，耶！干嘛？怎么了？你们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怎么感觉笑得很开心？在干嘛？魔生死斗啊！你在干嘛 ？Peace，Peace。好了。Miss。他们是不是互亮武器啊？然后开始动了，要开抓尾兽了。
你不要抓尾兽了吗？不要再抓尾兽，你们要抓哪一个？哪一只是尾兽？谁是人助力？一下啦！不要！我总觉得，我总觉得名模们要那个呢。要怎样合作一下？我觉得这一个模式不能这样玩，他不能打报名啊！你说什么叫不能打报名啊？打之类的吗？哦、你说哦你，哦，你是说用那个啊？我懂，我懂，辩论会比较好啊。对耶，对耶，对耶，就全部毒死就完。可以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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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以救哎、啊！女巫不知道可不可以救，女巫不能救啊。不行、欸、不行吧？那是那是那个吧？那个辩论是才可以吧。那我们就讲说第一回合不能杀啊。哦，懂你意思。好哎、欸，我觉得可以哎、欸，我觉得人助力要死光光啦。嗯，哎呦哎呦，你还没死吗？我后面有人，我后面有人，等一下，你还没死？救救神木！迷路啊！再装就不像了啦。你不是有无敌药水？不要再演了，迷路。等一下 ，OK OK， 我怕杀错人哦。你有看到了啦？太多人了啦！假臭豆腐、哦、太多了啦！你杀神杀神，我剩一九尾。九什么叫剩阿神？请问一下，剩阿神的意思是？九尾。我要。阿神，阿神，阿神，包围他，阿神，包围，我就说，我就说你的脚神真的不大对啊，阿神，阿神，阿神丢这是什么啊？无敌吗？想丢无敌啊？哎，不气啊、哦！隐形药水啊，我们就在这里看着哦。在哪里呢？啊，跑到桥那里了呢！哎呦哎呦，快点追，快点追！感觉来不及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赶快躲，我们赶快躲，还得追一个灭人药，我们赶快跑，赶快跑！哎、欸，我们可以投他，投他！哦，对哦，对耶！来快了，来了来了，投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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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丢，他没丢，他灭人用掉了，真的，他灭人要用掉了，哎呦，哪里？找你们啊，我的小同伴们，在哪里啊？我先牺牲了，你是幼稚的，哎呦，等一下，长门，长门，哪一个是长门？长门，长门是谁啦？哪一个是长门啦？好累，好累，我不能动才对吧啦？对啊，不见了、欸，跑掉了啦！他就这样躲起来，好强哦！怎么不见了嘞？就这样不见了嘞？哇，被投了！哇，为什么？你在哪里被投？你在哪里被投？你在哪里被投？哦不，有点全脸太远了吧？全脸离那超远的、欸，你投他一下。投得到吗？投不到，投不到，他加速，一直边走，然后边买拉面吃，一二拉面被他吃完，一二拉面，哎、欸，加速了，盐酥鸡好不好？他一直疯狂吃，是不是？作者他钱太多了啦，作者，你吃太多了，阿神，作者不行啊，阿神，拉面老板，阿神，安尼袂使哦。小位只能够这样了，我能怎么样？加油加油，二十秒，多一加。啊！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哎呀，没有，完蛋了！等一下，等一下，追他，追他！小伟好强啊！我看他，不要走，先不要走，等他，不要走，不要走！哎啊！我尽量了，我尽量了，干掉了一个鸟，还干掉了一个苍门。要死了！哦，极限六人，真是极限六哎、欸，好可怕、哦！来，我们 这次来试试看，人鱼你闭嘴好了。这个人鱼你闭嘴呢，是人鱼呢？我们来看一下，复习一下，我们看一下人鱼他的那个技能哈。人鱼的技能 delay 加，人鱼的技能呢是白天的时候他会得到一本人鱼之身的书，他可以妨碍其他人不能够使用技能。那如果你选到狼的话，哎、欸，就不能够杀人。那狼王要被选中，啊，小狼被选中没有用。好，嗯、好，那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就准备 go 喽。对，哎、欸，还没。女巫零个，然后人鱼六个，好，准备喽。对 ，two one ready go go 走喽。哦，哎、欸，等一下，哎、欸。然后晚上会有书哦，所以那个大家还是先到处散开来好，好，这样子比较公平一点点。
好哇、啊，羞羞羞。那人鱼的技能好像是白天才能够用，所以你看到晚上有谁拿出的话，就大声喊出来。嗯小光，你小心啊！喵，喵，哇，跳过了。我跟你讲，都跳了没？最哦哦哦，哎、哦欸，他都输了，哦、他都输了。讲什么？你讲什么？我听你讲。快，雪兔，我人最好了。你就讲啊！啊，我跟你讲。哎，搞屁事啊！都是阿神啊！搞屁事啊！都是阿神。哎。Do you wanna be a strawberry？ 我们都不讨论吗？都不讨论吗？没有，这要怎么分析啊？这要怎么分析啊？想一下，有点难，心愿最深的，心愿最深。可是我没有理由杀雪兔这一局，因为他没有挑衅我。我没死这么挑衅。哎呦，有点尴尬呢。算了，我要睡觉了。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我要先禁言，使用禁言。哎、欸，睡觉了，睡觉了。哇，完蛋了。晚安，晚安，睡觉，睡觉，不睡，觉，睡觉，睡觉。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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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跳过，哦，跳过。阿神怎么还没跳？阿神就是你。我安呐，为什么我刚刚安了没有行动啦？因为我刚刚，我刚刚安了。我对阿神唱歌啦，哎，我也有对阿神唱歌。我刚刚安了，大家都想唱歌，大家都想唱歌呢。我真的安了，你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自己打，自己打，我在天之灵，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原谅你们。好，爸爸，谁打我？爸爸，我没有，我只是跟着大家走，跟着这睡觉啦，谁还没睡觉啦？我按了，是谁睡觉？哦，你小光，哎，哎。阿神死掉，所以还有一只狼人哦。嗯嗯，就他了啦。有人很会装啦，我只能说有人很会装啦。都给你跳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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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过。昨晚又没行动，该不会行动了？都抓到。狼王被人鱼魅惑，妨碍。我知道了，我刚刚有魅惑那个，我有魅惑那个羽毛。然后那我讲一下，我刚刚是对博胜唱歌，我刚刚对米露唱歌，大家都互唱米露唱歌，每个人都互相唱歌啊，每个人都互唱啊，只有团团没被唱，所以团团是精髓。嗯，不一定吧？不是米露跟羽毛是唱谁？我是唱。我现在说的话感觉很那个哎。好，你讲，你讲，你讲。我什么都不想讲，都不想讲。怪怪的哦，米露，要投票吗？使用挑衅，投他，投一下，投他，挑衅。我觉得你们这样不行啊，就是你们没有一个证据，然后就投。没有啦，没有。这样子，谁知道你们真的是不是有唱？没有，真的有唱，有啦，是真的有，是真的有，是真的有。我敢，我用我的性欲发誓。哦，我觉得有点可信哎。博胜，你唱谁？你唱谁？我唱米露啊。那米露唱谁？你性欲评价是不是很高？小光唱我，对我唱我唱那个羽毛，分析的出来个毛，反正你们都互唱啦，分析不出来了。先唱歌，先唱歌，先唱歌，我唱完了啦，唱完了。唱歌啊！哦，我唱了。投票是不是？先投，先投。哎呦，互跳，互跳呀！互跳，互跳。哎呦，哎呦，哇！羽毛保米露，再唱，再唱。唱起来！这怎么抓狼人？这怎么抓狼人？这要怎么抓狼人？好难抓啊！跳过晚上好了，跳过了，好刺激哦，好刺激哦！这晚睡不着，没有行动，又来，又唱到了，刚刚唱强哦，刚唱团团，嗯，那团团你唱谁？团团，我唱博胜啊，我一样。你要唱谁？我唱博胜，我死啊！没有博胜，好，好，抓到。
没关系，不是吧？他白天没关系，你们就投我，哎，你们会发现游戏还是继续的。对，哦不，不要投他，白天本来他白天本来就可以唱啊，对啊，我白天本来就可以唱啊，他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啊，的人是可以唱的，没有错，可以啊，可以啊，所以这个并没有什么那个啊，为什么羽毛跟麋鹿这么激动？你们两个怎么？因为为什么要投死人？不是啊，因为我没有注意到他已经死了，你知道吗？真的，我想说，不是，真的是狼人。麋鹿，麋鹿，我要投你，我要投麋鹿，我要投麋鹿。然后我要对，那平票，那平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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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平票。然后我要唱歌，要唱那个羽毛。好，好，好。然后我没死，我就唱团团啊。那是没说过，没有办法哦。我觉得，我觉得，我就物理好，物理超好。哎哎，到底就今天到底是谁幸运比较好？我先去看一下，我先去看一下星座。我幸运当然比较好啊。哦，幸运，好幸运啊！哦，运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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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发现这个地图很神哎，就是。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它的天灯只有小小啊、小小格。等一下晚上的时候，它变超多。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哦，超厉害！哦哦，是团团。狼人应该还有一只，狼人一定还有一只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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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过跳过。等一下，那个，接下来就看人鱼有没有唱对了。哦，麋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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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你觉得是我，所以你唱我吗？我唱羽毛，我唱羽毛。羽毛投我，等一下，完了，输了，你们投我会输，你们投我会输啦。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你要说服羽毛啊，你要说服羽毛啊。我是人鱼，不懂，我是人鱼。为什么？跟我怎么在？逻辑，小光，小光，我没有逻辑，这个是哪来的逻辑？快点，快点，小光，我觉得人类还有机会赢。等一下，聊，我想一下，我觉得人类还有机会赢。Uh-huh. 我觉得是麋鹿，我觉得是麋鹿。他又投我，我没有投你，我没有投你。不是，小光，快点，你要说服，你要说服我。然后你听清楚小光，我是人鱼。你听清楚小光讲什么，好不好？我是人鱼，你好好听清楚小光讲什么。我是人鱼，然后我觉得麋鹿刚刚大家都这么怀疑，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你刚唱谁？你刚唱麋鹿？我刚唱你啊。但你为什么投麋鹿？对啊，你这样逻辑崩坏。你逻辑怎么了？第六感啊，我没有，所以我才跟你说没有。欸、不是你没有逻辑啊？你听我说，我解释一下。这怎么逻辑？哦、怎么？不是，我理一下你的逻辑，我理一下。我早上唱羽毛，然后刚刚我没有被杀掉，所以狼人是麋鹿，这逻辑怎么了？想到时间。小光怎么办？没有办法了，我死了，只会剩一个人鱼了，我不知道是谁，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啊、就你啊，你就是最后一个人鱼啊！我不是，你们都是别人，我操！笑死，我不好乱，好可怕，是一伙的，搞笑的，搞笑的。来那个猎人拿枪互飙游戏哦，准备了。什么猎人？哎呀，六个猎人哦，好，六个猎人，这是今天最后一场了哈，今天最后一场了，来喽来喽。哎，大家如果有想到一些特殊的规则，也可以在下面去告诉我。一只狼就好，一只狼就好了吗？因为狼杀一个就全爆了。哎，对，因为连锁效应，连锁效应，对，好，准备了，准备了，不要乱开枪啊！怎么办？要投一个人怎么办？哇，前面有个路牌。拉人家嘴、哎喂啊、我跟你讲啦，我要拉小光下水啦。好来啊，那我拉你下水啊。你不能呼拉，你们一条线。一条线啊！来不及了，砰砰砰砰砰砰！下去了，换不了了。那你就可以告诉我们学生，你要变谁了？要变我？不是。哎，各位，你们仔细想想，如果这是现实的话，有多恐怖？很可怕。最后一晚，我们要睡觉了。拉一把，欢迎光临。我先讲哦，我随便选，都不选。客人笑什么？算了，随便选。我跟学生命运共同，有没有黑的那种？我黑的那种，黑的。这边有个小门，请进。好，谢谢。晚安。这怎么房间那么小？我会不会怎样？还没睡觉？有人在里面。学生变我。不是我，学徒你怎么变我？我也觉得是。学徒，我跟你讲个秘密。学徒，我跟你讲个秘密，我也变你。你们真的互变哎！
不是我啊，为什么要投给羽毛？对啊，因为死前那个雪兔说的，雪兔说的，我跟着死神。为什么雪兔说的你就这么跟死？你看来了几位阿神也这么说，我要投死。那我别想我定，想我枪死你哦。枪指我，真的假的？等下我死掉你哦！我枪指你哦！我枪指你哦！来，一起！你小光魔圣啦，这三个是狼啦！投票会变枪吗？投票会变枪吗？不会，投票不会了。投票不会变枪，这到底怎么办啊？哎呦，那要选谁？我要选谁？我枪指这个好吃，然后怎么突然变这个了？好，像怪怪的哦，我这不是枪，你怪怪的哦。等一下，我这不对啊，我真的觉得你怪怪的，怪哎。我以为那是枪啊，对不起，我以为。我觉得其他人民里面要开始投票了，这说明你都不可能是枪。对啊，完了啦，我的枪乱讲，我以为。我觉得游戏要结束了。对啊，我以为。我觉得游戏要结束了。哎，操！我是笨猎人啊，我就说我是猎人，我刚按错了嘛。是一个笨猎人啊，这是笨猎人啊，各位。哦，然后夜晚继续，场上的猎人还剩四个人。你不要骗谁！哎，不要骗我！到了，你们 CP 就你们的事情啊，不要跟我有什么瓜葛啊！变掉，人类失败，哎，所以是全部被变掉，对，都被变掉了。变谁？变谁？等一下，我往上看，我往上看。我本来标迷路啊，所以变成等一下，那我想想看，那我想想看，团团，哎，刚刚场上剩下四个人，哪四个？我团团、迷路、火线跟我，火线跟羽毛，然后团团被狼杀掉，然后他标博胜，博胜死掉，然后博胜标迷路啊，然后他写狼方获胜，迷路没死，为什么？没有，迷路没死啊，没有，因为刚好剩下一狼一名。还是被降，一狼一名就是狼影啊，一狼一名是狼影，还是他的枪不会这样连锁降下去，好像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可以试试看吗？判定狼人赢了，他就赢了，不会再被拉下。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试试看，来，我们今天最后一场就来试试看而已，来确定一下谁是狼，就连锁降，连锁，所以谁是狼，谁是狼？我们 A 的。那这样子，谁是狼？谁是狼？你就是猎人。狼，我是猎人。不是狼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好 ，OK， 好，狼。那我们从雪兔按 tape， 从雪兔下来，所以雪兔杀一个。啊不，雪兔杀团团，然后团团变博胜，博胜变麋鹿，麋鹿变我，我变小光，小光变羽毛。有了，有了。OK， 没问题。我变雪兔，变完，变羽毛了。反正就变你下一个的，下一位，下一位。OK， 变完了，变完了。大家都变完好了哈。好好，来了，究竟结果是什么呢？超好奇耶。晚安。啊，他只会变一个，对，只会判定那个被狼人杀掉那个会被变掉。啊。不会变变变变，来不及，来不及再变下去了。Right， 第三季第一季的终极狼人杀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喽。希望大家会喜欢全新一季的终极狼人杀。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们知道还有什么特殊有趣的玩法，可以留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们。我们下期节目 ，See you guys， bye。